Hello，我是 Roy， 今天呢是第三期的 Vlog，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射箭，想我了吗？想我了吗？我现在很紧张，特别紧张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玩过这样的运动，今天尝试，希望里面的你不要太，因为我比较害羞。给你的是个黄色，把戏。再拉一点，再拉再拉，靠一下我，靠住了，你好靠。你还是没错的是吗？对，现在不行。我还以为都黄色了呢。我们这是繁体键。坐着才是。你好，放。不如像我老板。今天费用报销，你别发现了。这个就需要靠你。还是可以的，我是一个没耐心的人，全凭一股仙气。今天的目标。看别人的靶心上面，再看我的，我的那个靶心上面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其实如果总来的话，可以矫正自己的后背。哎呀，又射了上面。失去信心了。我觉得我回去可以跟游泳子商量一下，我找一个教练认真的学习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对我是有帮助的，他不是总想调整我的后背吗？我觉得这个又能做一项技能，然后又能调整我的后背，两全其美。弟弟的角落里面有一支箭，属于不是我。一会儿等这把拔剑的时候，现在第几轮啊？哦，第几轮呀？这没都半个小时了。这个这项运动其实还挺解压的。我有点懵，应该带点矿泉水。他天哪！准备谁？谢谢你啊！谢谢你哥。谢总啊！什么事儿？怎么样？我要把这些先拔下来。来来来，看一下，我们差一点点。左右十九啊，两个人是九。不用，后面又管用了。啊，其实练到现在，我都没有脱袜，差一点点就十，差一点，你可以弄到那个，放下你的胳膊，你的懒惰，三分钟的，你的坚
掀起是吗？来哇，这个人减肥，让你瘦下来就成了。哎，那我帮你。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回家，拜拜。没有招啊。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